2000年属龙的男孩子，心脑脊髓炎，很紧张的，现在切气管。我知道。然后那个浑身换血。已经被人家拖了，蛮麻烦的，人家也不要小房子，来拖他的人。他妈妈已经发了很多大愿了，然后我们一直在帮助做。放松没有？这样吧，你叫他直接跟观世音菩萨说吧，观世音菩萨慈悲啊，能够让他留下来。我以后会现身说法，台长也会帮他想想办法啊。千万不要有任何退缩的念头。念头一定不退缩。好。现在有个大问题，就是因为龙舍不办嘛，拜托两位师兄去放生，结果他妈要赖着这些鬼来念，替了大回向。哎呦，今天跟我讲，我现在就基本上没对这件事情没什么作用。要不反正这几天我们帮他放一下吧，放完后我们帮他按照心理法门的仪轨帮他念经。我觉得他的情况是非常严重的，就是说现在如果说过两天再弄的话不一定效果很好，现在就应该快。很多人就知道房子，他不知道数量。我台长今天告诉你，有没有量变达到质变，放生一脉啊，就可以超出八难。放生五万就可以免堕沉沦，放生十万一乐无穷，放生一亿菩萨随意。你们可以做无奈，你们能够放一亿的人把什么都放下来的，你们听得懂吗？修来的是假的，修来的是真的。我们天天在修心，我们就是靠着自己修。所以台长现在能有这么大的法力，我也救不了几个人。观世音菩萨就算千手千眼，他也能救千万亿万。但是要记住，还是靠我们自己。要记住，真正的菩萨是靠我们自己来做的。观世音菩萨咋这么好呢？法门把这么好的菩萨的这个佛法东西传给你们，靠的是你们去做的，靠的是你们去修，你们得呀，并不是菩萨得。只有做好观世音菩萨的千手千眼，你们才能在这个人间永驻。回过来的时候，正好就是回过来，就是看到斗战胜佛。斗战，斗战胜佛就是孙悟空，一定没听过，很好的。于老板过来一看，哎呀，真奇怪，怎么那么香啊？闻闻他身上，再闻闻，我说我们身上没有香。卢台长，尊敬的各位法师，各位同修，大家好。
首先感恩大慈大悲观世音菩萨，感恩林君宏台长，感恩所有帮助过我们的同修。今天我在这里跟大家分享今年六月刚刚发生在我儿子身上的感人故事，感谢大家给我这个机会。2012年5月26日，我的儿子开始发烧，我还以为是普通的感冒，没太在意。儿子的高烧持续了几天不退，我又带他去医院看急诊，之后的病情发展迅猛，很快儿子陷入昏迷，医院确诊为急性脑脊髓炎。医院为了挽救我的儿子，采取了插喉管、全身换血等急救措施，但是儿子已经没有了自主呼吸，失去意识。焦急万分的我手足无措，在病房门口不停地牵着医生拿来的各种保证书。这时候一直陪伴着我的好友提醒了我，找卢台长，只有卢台长才能救你的儿子。我想起过去朋友给我介绍过心灵法门，我的确觉得很灵验，但是那时的我生活舒适，没有下决心好好学，所以一直没有真正的入门。现在我在绝望中看到了一丝希望，马上求我的朋友帮忙找到了上海学习心灵法门的一些共修小组。让我感动的是，很快我就得到了热心同修的帮助，他们有的帮我联系东方台，有的来电教如何用心灵法门的三大法宝解救儿子。我立刻照做，跪在医院的走廊发愿，终身吃素，马上放生10000条鱼，印10000本台长的经书，画108张小房子。同时好几位同修都开始帮助我儿子助念大悲咒，一对素不相识的老修行毅然拿出了108张自存的小房子让我救急。菩萨保佑，终于找到了非常忙碌的台长看图腾，东方台秘书处转达了看图腾的结果，孩子很危险，只能多念经求菩萨。根据以往的情况，也有同修台长同样说过他们很难救活，但是通过拼命的许愿、放生、念经救回来了，这无疑给了大家一丝希望，能不能发心就看我的了。我流着眼泪听完了师兄的转述，我告诉自己我不会放弃，我心里只有一个念头，儿子，妈妈一定要把你救回来。我当即发愿，我要一共注印50000本观世音菩萨心灵法门的书籍碟片，我要放一共50000条鱼，我一定带儿子去新加坡和马来西亚法会现身说法，用我们的亲身经历去度更多的有缘众生。从今天开始，我将坚定不移地修观世音菩萨的心灵法门，一门深入。我发愿一定要度成千上万的有缘众生，等儿子康复后，我要让他学佛念经，愿做观世音菩萨的千手千眼，愿做卢台长的千手千眼，弘法度人。发完愿后心就安定了很多，我要做用佛法制造生命的奇迹，我有那么多同修在帮助我们，我不是孤军奋战，观世音菩萨是千处求千处应的。接下来在短短4天时间里，同修帮助我完成了3次每次10000条鱼的放生，有师兄为了我儿子四处打电话求助，网上各大群里都发出了求助的信息，全国乃至全世界的心灵法门同修几乎都知道了我们的故事，很多小房子从全国各地雪片般的发来，带着无数的问候和祝福。东方台刊登了我们当时急救小儿脱离危险的过程，儿子终于醒过来了，我们烧了几百张小房子，我们看到了希望。6月12日，就在我们以为做了那么多功德，孩子应该有救了的时候，有好心的同修帮我打进了看图腾的电话，台长说身上的灵性不要小房子，要带儿子走，需要我求观世音菩萨和地府的玉官再念830张试试。看来我们小房子还远远不够，
不过这个时候我已经不再怨天尤人了，振作精神继续发愿，继续给孩子念经，毕竟情况是在向好的方向发展。于是我继续发愿，一共要给孩子放生满10万条鱼，马上念49遍礼佛大忏悔文，忏悔过去我做错的事情，跪在菩萨面前哭求菩萨的原谅，求菩萨给我一个改过的机会。念得困了，我就掐自己打自己，把自己弄醒，继续念。就这样度过了一个又一个艰难的夜晚。在小杨师兄、何师兄、徐师兄等等叫不出名字师兄的热心帮助下，我发的愿一个一个在落实着，小房子源源不断地寄过来，儿子也慢慢地恢复意识，能够进食，拿掉呼吸器，上半身可以动了。我知道儿子已经到鬼门关走了一圈。7月2日，因为儿子病情的原因，我们决定转去了香港去做后期治疗。说实话我有些担心，毕竟跟香港的师兄不熟，是否会没有依靠。然而我错了，香港的师兄同样给了我无微不至的关怀，陈师兄等香港师兄帮助我落实了很多实际问题，让我感动莫名，让我体会到全世界修心灵法门的同修都是亲如一家的。这个时候弱不禁风的儿子开始每天自己给自己念49遍大悲咒、49遍消灾吉祥神咒、1遍礼佛大忏悔文。上海和全国的同修仍旧在关心着我们，帮助我把我发愿印的书发放到了最需要的地方，帮助我陆续完成了放生的誓愿。香港的同修向我伸出了援助之手，我感觉自己充满了力量。儿子的导尿管一直没有成功的拔出，并且得了尿道炎，为此儿子哭了好几次，这点真让我们着急。7月10日，医生通知会再次给儿子尝试拔导尿管，顿时我的心又开始不安了起来，真怕又让他受苦。当天晚上，从来不做梦的我做了个非常奇妙的梦，梦见了卢台长在和台长一起吃饭，听台长的开示。第二天一醒，我就迫不及待地把这个梦境告诉了上海的同修，他告诉我是台长来给加持了，我听了很开心很感恩。没想到7月11日中午，台长真的来香港了。香港的师兄慈悲我，让我等到了跟台长见面的机会，而且就在我参加台长开示的同时，接到了一个好消息，儿子的导尿管成功的拔除了，可以自主排尿了。这太神奇太灵验了，儿子有救了，我的心中充满了感恩。7月15日，上海同修帮助我放生了我发愿的最后2万条鱼。这天中午，医生宣布下周三，也就是7月18日，儿子可以出院了。我和儿子都愣了一下，顿时欢呼了起来，终于我们等到了这一天。如今回想从5月26日到7月18日的整个过程，真的是惊心动魄，生死时速，是信念的考验。这其中我最终为儿子放生了10万条鱼，印了5万本台长的书和碟片，并发愿终身吃素，收到并化掉全国各地助念的小房子约3000张。经台长的指点，我还需要在7个月内为儿子的药经者再念800张小房子才算完全的康复。这次经历让我感受到了心灵法门的同修是那么的慈悲和团结。我想用我的亲身经历告诉大家，心灵法门真的太灵验了。如果有缘人能够听到我今天的发言，请赶紧行动起来吧，不要像我一样，这么好的法宝拿在手里都不珍惜。当灾难来时，再发大愿做功德，往往为时已晚。我曾经过着衣食无忧、无兵无灾的日子，就如同冷水煮青蛙。当同修劝我好好修，修出6道轮回，我却不屑一顾，觉得做人挺好，来世还要做人。
我有些钱，于是觉得自己做了很多财布施，应该有金钟罩了吧。有困难就请寺庙的师父帮我念经，那些苦难的事情应该不会发生在我的身上。未曾想自己就站在悬崖边，因果报应真是不虚，早一点修行起来，或许儿子不用吃那么大的苦，或许只是摔一跤就过去了。可是偏偏我执迷不悟，我是幸运的，我能够为儿子发这个愿。有那么多素不相识的师兄助念了小房子，我的不幸是我的真上缘。如今我懂了，人生的幸福都是短暂的，转瞬即逝，要好好珍惜能够修行的日子，用有生之年来回报大众。儿子如今已不仅仅是我的孩子，他现在是观世音菩萨的孩子，是卢军宏台长的孩子，是所有帮助过他的人的孩子。我和儿子都将用这一生努力修行，跟着观世音菩萨，跟着卢军宏师父弘法度人，我们会做更多的功德来救度更多的有缘众生。最后还想奉劝各位朋友，千万要相信因果，千万不要抱着侥幸的心理去做任何一件事。每个人都会有自己的一本功过本，只有一心跟着卢台长的心灵法门走，才能真正找到自己回家的路，自己的本性。谢谢大家。谢谢妈妈。尊敬的卢台长，尊敬的各位佛友，各位长辈，大家好。我是来自上海共修组的陈月，今年12岁。在今年的6月份，我生了一场大病，得了重症脑脊髓炎，当时我昏迷了。等我苏醒过来以后，妈妈告诉我说，让我一定要感恩观世音菩萨，感恩卢俊宏台长，并且告诉我，在我生病的这一个多月里，有许许多多修心灵法门的叔叔阿姨在帮助我，在此我表示衷心的感谢。因为这次生病，妈妈把我带进了观世音菩萨的心灵法门，现在我每天都会念49遍大悲咒、21遍心经、49遍消灾吉祥神咒和1遍礼佛大忏悔文，并且我还会每天为台长伯伯念7遍大悲咒。祝台长伯伯身体健康，长久住世。